好了，又一片早餐了，样子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开始差不多了。那个什么，苦瓜鸡汤，然后那个皮蛋瘦肉粥吗？好啊，皮蛋瘦肉粥跟苦瓜鸡汤是新的。好了，吃早餐了。今天呢，我点了牛肉面，看样子不错哦。那今天没下雨了，昨天有下雨，但是云还是很多。那个牛肉面，那个味道不错，但是呢，那个牛有点硬。你看，不是，是牛筋，有听出来吗？这，它是在咬啊。我呢，拿了一点点皮蛋瘦肉。粥洗一下，我不敢拿很多，然后放一些肉松在上面，应该是皮蛋哦。很香哎，粥很绵，不错耶。然后觉得这个粥比那个。牛肉面好吃多了。其实啊，今天可能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呢，这边的员工除了戴口罩以外呢，就是他们已经戴眼罩，是透明的那个眼罩。然后可能就是因为真的是比较严重，然后就是人。比前几天多，虽然是这样，但是还是没有很多很多。所以在外面啊，就是路上都已经没有什么车，没有什么人。你看路，你细心一点看那个路上的人真的很少很少，然后车也真的不夸张不多。离远一点的也是这样，所以大家都尽量留在家里面。希望可以控制吧。还有那个是很比较严重的问题，那个碗已经裂了，我不知道它是粘回去还是只是刚好裂掉，但是那个。汤汁还是其他的颜色已经在，所以应该是不能用的了，好不好？拜托。因为啊，现在是疫情啊，所以呢，人真的没有很多。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有什么吃。今天的下午茶呢，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特别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也觉得是差不多的东西。好了，今天呢多了这三个东西，一个是蟹肉牛肉果，一个是 tuna， 一个是好，我吃完也忘了。所以呢，前面的桌子，如果你走了以后，它会先消毒，就是酒精擦擦，喷一喷，然后就会放这个牌子，再说，那个桌子已经弄好了。那然后呢，其实也是梅花做的，这样，也是梅花做的座，然后中间都会隔一个小的台，但是这边那个没有了，可能他觉得那个空间够了吧，但是人真的也没有很多。哪怕是早餐都没有很多人，所以还是安全的。今天有一点不同哦，有炒饭吃哦，厉害哦。
好了，今天晚上有什么不同？有菜汤 custard bun， 有炒饭，有牛肉汉堡吗？茄子、三文鱼，然后那个是炸鱿鱼啊。这边的那个是什么？哦，等一下试一下，好像很漂亮。有没有？好像很漂亮。这边都是跟前几天差不多，人也是差不多。好喽。这个蛮可爱耶，那个是南瓜啊，还没有吃啊。可以说一下这个 Good Luck Charm， 有没有记错的话，它是印度的甜品，然后它应该是用奶，然后去煮，煮了以后干水，干水之后再炸，但是我没有看过白色的，因为平常都是炸完以后会放在糖水里面，所以应该是红红咖啡的颜色，所以这个白色的我是第一次看，但是也就是干干甜甜的，这不是干，怎么说，它就是煮过的奶，然后把它弄到没有水分，然后再把它泡在糖水里面的一个甜品。其实收东西可以拿一个盘子去收吗？还有给东西的时候可以拿一个盘子去给吗？